趴下来的。Thank you.
看仔细喽，别着急，别慌，把灯开开。这条线还是瘦啊？这样让顺义疏通的很好。好像还没顺利了。不是，你光看那个地方了，后来这个别的地方你再别看，是吧？你看这个东西要拍给人家多好。一点没漏。再漏那就已经报废了。再漏那只有报废了，再漏。我这俩等两分钟，那个风景怎么样？嗯。再等两分钟，漏上了，我一下楼就开始跑动。对，好了吧？那么摄像面才大的广告，你也剪好的干，你这个漏的不能搞，来把这个装上再给它压一下，把那个弄上，把那个弄上。